1月22日，王一博的粉丝们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策划，在网上推出了具有公益性的线上活动。和春晚有一个字不同，那是爆晚。据悉，这是由王一博粉丝后援会举办的网络春晚，记录了去年王一博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。由王一博粉丝集资举办的网络春晚活动发布，共有15个节目，23个品牌方出席，全部收益将捐赠给公益组织。新年将至，年味儿也是越来越浓了。近年来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，春晚形式开始变得多种多样，不仅有了网络春晚，连普通大众也能一起举办属于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。